人们常说，当上天关上一扇门，必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1000万！但段根先生把这笔钱都打在了一家动物园的账上。我原来继承的是一家动物园？欢迎加入凌霄计划，本计划旨在服务3届优秀青年创业。创业？是否需要下载凌霄计划 APP？ 共享。用户无异议，违约者将遭受五雷轰顶的惩罚。我到底欠了个什么呀？没想到毕业开始就失业的我，竟然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动物园。你就是段嘉泽，我是陆鸦，凌霄计划派来的动物。